扯铃艺术表演团。我们四个都是大学生，但是我们学习扯铃的时间已经有十年了。而我是刚从太阳巨人受训回来的成员。我们自创了一人扯四铃跟长绳的独特技巧。空中结合舞蹈，带给你全新的感受。少年，他们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去学习交流过，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德国、法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。就你们四位是从小就学杂技的吗？是，我是从9岁开始练的，一脸稚气又未脱。对，我觉得又不像职业的杂技演员。你们正式身份是什么？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。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现在学的什么专业吗？电脑与通讯工程，就是计算机的。哦，那我是文组的，我是属于企业管理系的。哦哟，对对对。刚才看的时候，其实就两个名词，一个就清新脱俗，一个就叹为观止。看过很多类似于杂技和舞蹈这样的表演，从来没有觉得这个杂技可以表现出宫廷的味道，就是气质啊，气质太好了，你们四个人太好了，真的清新脱俗，真的，我们五个就是一个组合，完美的。是吗？我们知道，其实有这样好的学生，一定有个特别优秀的老师在他们身后一直教导着和支持他们。当然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他们的老师曾文秀老师。欢迎曾老师。曾老师你好，曾老师你好。
少年，他们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去学习交流过，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德国、法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。就你们四位是从小就学杂技的吗？是，我是从9岁开始练的。一脸稚气又被拖，对，我觉得又。少年，他们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去学习交流过，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德国、法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。就你们四位是从小就学杂技的吗？是，我是从9岁开始练的。一脸稚气又被拖，对，我觉得又不像职业的杂技演员。你们正式身份是什么？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。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现在学的什么专业吗？电脑与通讯工程，就是计算机的。哦，那我是文组的，我是属于企业管理系的。哦，对对对。刚才看的时候，其实就两个名词，一个就清新脱俗，一个就叹为观止。看过很多。